我也是醉了，又发现一只撞住腿了。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感觉。这只小鸽子还往外跑，我还不敢抓它，我怕它等下一惊再给。哎，怎么还可以跳的呢？先让它出去吧，先不动它。回头喂食的时候进来，我再抓它。哎，也不知道咋的了。刚才那个还可以站起来撞一个脚，这个能拿撞到俩了吗？我的去，这个撞到俩，这个也紫了，也弯了啊！我去，别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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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再给它固定一下，我把这个环给它剪掉。脚肿起来了。别动，别动，别动。要不是今天撞到了那个，我还想不起来再看他呢。撞两个腿，抓住啊！今天的这个好了，这东西先别动啊，回头还有一只呢，这个肿了。你们都搞什么东西，一天到晚。哎呦，你别打它了，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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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疼死了。刚才的那只断腿的还不知道到哪去了呢，加菲的鸽子回来了。天气太热，也飞不久。你看热的，喂他们吃食，让那个断腿的进来。卫生都没打扫，不打扫啊。没有劲了，刚才出去了，估计说痛起来，不知道到哪去了，肯定是落在哪里了。刚才数了一下鸽子，还有两只鸽子没有回来。这一只，我又瞅着这边这个地方啊，刚才在动，肯定是那个断腿的在这个位置。食物都给吃完了。今天喂食喂早了，你说你们撞断腿了还回来干嘛？回来了我又心痛，回来了，给它整点粮食引它下来，来下来下。要给它把腿包扎一下，不然的话，它那个腿也是断掉了，我能看出来。已经有那种
不由自主的在那甩开。你说你还回来干啥？飞的时候就不能慢一点。你看，这个我感觉还不好弄。这个不是撞断的这里，它是走这里撞断的，走这里，大腿这里根部。我看找什么东西给它固定一下呢？弄得我心好累，还用胶带纸捆吗？捆住了。不让他动。这边给捆上了，捆这里，主要的就是捆这里，个子多了，多了它就，哎呦，跟它随着胶带纸走了，捆住了，捆住了，分辨好拉吧，分辨好拉就行，哎呦。这个不行了，固定不好，到时候长不好的。先这样，不能让它晃，不能让它左右摇晃。屁股在哪里啊？屁股在这里，这分辨排不出来，麻烦你。这个是最麻烦的，它走根部断掉了。这一只会比这个花鸽子稍微的要好那么一点点，都先趴着吧，都别动。你们几个小家伙，特别是这个，老喜欢打人的，一点不亲人，你看，烦死了！你滚蛋，你滚蛋，你跑鸽舍里！今天都没喂它，跑鸽舍里面饿了。小鸽子刚下窝的，你们谁在不听话？这个也大了，也拿走吧，这边腾点地方。现在看着很心疼的，说不出来的感觉。你也在这好好休息吧，它会稍微的好一点，后期好了，它最起码有一个脚。这个以后都要我天天扔笼子里养了，以后你就当幼儿园老师吧。两只鸽子撞得我心态都不好了。